喂，哎，歇了，哦，马上过来啊！哎，要得，嗯，好，快点，老板在吹牛啊！哎，那么多人啊！应该是那个。小妹子已经是种植厂老板了，我们是分店开张的大好日子，我一起去庆贺一下啊！嗯，哎，恭喜老总，开门拿钱，有菜了耶！啊，有菜了，好了，搬起东西去。哈哈哈哈哈！你不要哄啊，你不要哄，吃的是好事，吃的是福。我现在不，都是要多体谅你们哈，你们是师姊妹哈，慢慢去哈，慢慢去。我们让兄弟让多跳舞跳舞去哈。不去了。我红吧今天。嗯，我真的脸红了。不去了，休息了，反正。那我继续活着。啊。难怪的都，哎，那个我证明还起了一个铜子，我起了三个铜子，老牙起了两个铜子。你看那个福气泡沫的哈，哦，实力冲击啊！啊，你们自己直播呀？九二才是的，我直播那你是好。消息节都可以看出来，表哥是一个，哎，表哥是一个都冲气狂魔哎，啊，我的。冲气狂魔，什么人？冲气。哦，冲气是吧？嗯，喷出来气子。下面我先洗。起航，三、二、一，董先生和他的夫人唐燕女士，感谢黄金香奇遇山专卖店。
快将高峰满怀两胸口永远在眼光里，我走入满地下的小孩聪明，生活生活就像充满你脑袋。现在他们这里是搞吃粽子比赛，谁第一名还有奖品。来看一下，严正，大家见，你哪个人呀？年轻的，我不爽，我不爽，我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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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么该是你那个明显的有那个不？大官儿，活动我们尽量搞公平点嘛，是吧？作弊的，哎，作弊的不算啊！来，作弊的不算啊！是啊，我把那些给我搞大，你搞大就搞了，我也不搞。哎，哥，那个大爷玩得了哦！开始，开始。我们这次颁奖了。刚刚我们吃了中饭，然后啊，他这个今天的开业活动啊，基本上取得了圆满的成功，是不是啊，小鸟？圆满结束了。我们所有的兄弟姐妹都在这里啊。其实我是第一，因为这个也是我们的家门嘛，小辈子。那么俩开业大吉啊，祝你以后生意兴隆，财源广进。